今天朱立伦在这边正式宣布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，改变才有希望，国民党一定要改变。朱立伦身为党的一份子，责无旁贷，义无反顾，站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。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选举，我会拼尽全力，汇整所有的力量，让我们国民党在2022年打一个大胜仗。2024年，我们会推出最强的候选人，全力以赴，无私的，让我们重返执政。为了台湾，为了中华民国，我们必须站出来，拼尽全力，扛起责任，赢回中华民国。第一件事情，在一年内，要让我们国民党的支持度跟认同度超越民进党。明年6都，我们至少要过半，每一个县市都要赢，为最重要的目标。从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会组成选战策略小组，我会邀请有选战经验、有能力的人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选战策略小组，包括蒋万安，包括罗志强，都是优秀人才，加入我们的选战策略小组，一起讨论推出最强的候选人。